有没有发现冷气用了一段时间后，冷却度却没有那么冷了，所以就不经意的把温度调低，让室温更冷爽。这个举动不知不觉让你的电费提高了很多。除了缴交高额的电费，冷气时不时还发出难闻的气味，您仿佛可以感受到屋里空气中充满着细菌和有害物质，这让人怎么受得了呢？这全是因为您的冷气肮脏，缺乏清洁和保养。如果不及时进行清洁和保养，就会影响家里人的健康，尤其是小孩、老人、孕妇，各种细菌、病毒、过敏源都会导致咳嗽、哮喘、皮肤过敏、呼吸道疾病，严重的话还会导致肺部炎症。但各位请放心，以上问题只需区区一个方法就能轻松解决，那就是定期清洗和保养冷气。您不会保养冷气，不懂如何下手，现在就和你分享一个好消息。拥有超过35年历史的冷气专家 Axon 为您推出全方位原厂保养服务 Axonman Premier Plus Service， 帮您解决所有问题。 Axonman Premier Plus Service 拥有5大特点，让您和家人拥有更清新干净的空气，就像来自大自然的风。特点一， Axonman Premier Plus Service 使用来自德国的高压清洗技术，将冷气内机和外机清洗干净，此技术可有效地消除机内的残留物。特点二， Axon 也采用来自德国高科技的热蒸汽机，可以高温杀菌，确保冷气里所残留的霉菌及细菌都被高达130摄氏度的蒸汽有效消除。特点三， Axon 在维修保养冷气的过程中，使用的是环保的酵素清洗剂 Eco-Friendly Enzyme Detergent， 不仅不会对冷气造成伤害，对人类和地球也不会有副作用。特点四，完成维修后， Axon 会摆放美国权威品牌的臭氧机在空间内分解霉味，臭氧与有害物质分解后能够产生无害无味的安定物质，快速净化空气。特点五， Axon 也为您提供保养前后的检查报告，并采用内视镜检查冷气设备的各个角落，轻松检查冷气内部的情况，让您更放心。还等什么呢？如果您家的冷气已经超过6个月没有进行保养，就立刻安排 Axonman Premier Plus Service 的保养服务吧。当您的冷气更有效率的运作时，您自然就不需再缴付高额电费，因为正常运作的冷气是不会使用太大电量的。此外，保养后的冷气能够输出干净、清新、无细菌的空气，让全家人生活得更愉快与安心。更重要的是，您可以避开炎热的天气，在清新自然的凉风中享受与家人的美好快乐时光。记得冷气要保养，找 Axonman， 马上登入 axon.com.my 查询 Axon 冷气保养服务 Axonman Premier Plus Service， 让您呼吸大自然的风，体验红星闪的清新空气。